关于自拍，每一个女人都是不计代价的完美主义者。我认为一款好的自拍杆不仅外观也好看，而且功能更要强大。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女性自拍调研，超过50000女性认为竖拍比横拍拍出的照片好看。为此我们特别给酷拍研发了竖拍功能。酷拍它不仅是自拍杆，还可以当桌面懒人支架看视频，又可以当直播支架玩直播。我们发现专业摄影师拍摄全身照时几乎全采用半灯式摄像，而小天酷拍70厘米的高度恰巧相当于摄影师半灯的拍摄高度，这个高度拍摄的照片更凸显身材高挑。当然根据杠杆原理，70厘米也是最省力的长度。